的新动派二，我回来啦！这个夏天，五位青春活力的行动派即将携手展开一场快乐奇趣的剧情式探玩之旅。头脑醉了。去往祖国大好河山，探索城市魅力，新鲜活力，嗨玩体验，解锁最满格的快乐。我的水里，快快快！面对未知挑战。行动派们将继续全力以赴。我看到他了，别动，九条的站出来。安妮，你要什么呀？徐静，你就是个臭卖鱼的。这个鱼我还抓不到啊！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稳住，稳住，加油！争当城市满级状态玩家，让我听他们的故事。臣服于我吧，我的臣民们。他表演一个，好热血，我感觉。对了吗？我总算是完成了最后一项任务。最后，你在哪儿？最后，最后，最后。这边有一封你的邀请函。这是什么？全力以赴的行动派第二季嘉宾邀请函。万花又带来夏日。行车在等待友人。行动派节目组邀请你踏上全新的旅程。我们出发去旅行吧。那么我们就是一个出发吧。出发吧。还有这等好事，直接走。江门，历史悠久的广府文化代表之城。一部狂飙，让江门的旅游也一路狂飙。各地游客蜂拥而至，开启了一波人从众的文化旅游风潮。今天行动派们将化身旅行团游客，用年轻创意的活力，在这座影视热城开启属于他们的剧情探玩之旅。我们旅行团的靓仔靓女们 ，Hello， 欢迎来到我们旅游大热门江门，我是你们今天的大导游苏亮，今天来到这样一个特别的影视之乡，为你们定制了一个不一样的江门之旅。我们今天呢会通过我们的旅游打卡点去完成你们的任务挑战，获得星级最多的那个人会成为我们的满级游客。那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特别重磅的福利，我们江门啊是我们的影视明星之乡，周润发、刘德华、梁朝伟祖籍都是在我们江门的，所以今天我们获胜的人可以去往刘德华先生老家做客。你少来吧，他们能请得起刘德华？真的真的没骗你们，不用这趴，不要小瞧我们啊！哎呦我的妈，行走，那我们走吧。哎，但是啊，我们前往刘德华先生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要买点什么？不能别三杯空手吧？那个，那麦冻拿来吧。哎，同时你们还有一些秘密任务，可以额外加分，都知道吧？额外加分，你有秘密任务。欢迎回到全力以赴的行动派第二季，如果节目组给你一个特大的福利，你可以为其余四位行动派设置一个任务，在今天内完成，会设置什么任务呢？对着我发誓说，我发誓如果说了假话的话，下一个接的节目所有钱都给我。主要我觉得还是针对于老成员，因为我觉得新成员来了，我觉得我要对他们客气一些。老秦和小贾跳女团舞，我想看黄明昊跳傣族舞嘛，就是什么噔说噔，或者刘毅跳也行。不认识的人让他给你跳傣族舞，就这样才尴尬的。所有人叫我大哥就好。跟大家简单的社交一下吧，碰个拳，跟兄弟姐妹们一块碰个拳。我们非常期待你刚才许下的内容能够实现，那么它就作为你本季的第一个任务。请你努力去实现它。喂，没听清什么什么？
What？ 啊，他们肯定不会跳，早说啊！那你早说，我不写了，我随便写点，不比这简单多了？你们这节目组环环是套啊！如果能够完成，将会获得巨大的加分，加油！好好好。看着我的眼睛说你没有，我没有，不可能。你有秘密任务吗？我没有啊。你嘴里有实话吗？我真没有。你秘密任务是不是就是让我发飙？不是。那你跟我发誓，你说我肯定不会跟你说假话，我肯定对跟你说的真话。我肯定跟你说真话。本节目由抖音全网独播，鲜时光 TV、 西瓜视频、今日头条联合呈现。大导游带你们打卡第一站，走吧，走。哇，这不是那个黄四郎的碉堡吗？开平碉楼，世界级文化遗产，是一张闪耀的岭南文化名片，极具代表性的外观让这里成为影视剧热门取景地。今天我们将跟随经典电影《让子弹飞》的足迹，在这里迎接一场充满烟火趣味的全新挑战。大家看一下后面一群大鹅，这可是广东四大名鹅之一的马钢鹅。《让子弹飞》中有两个非常经典元素，一个是大鹅，还有一个大麻将。那我们今天呢，把这两个元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玩法，就是咱们的鹅城特制麻将大赛。鹅将五人麻将赛，你们每人啊起手13张牌，每一轮丢三摸四，每一个鹅身上都有一个麻将牌，你们需要把鹅赶到你们的名字的圈里面，你就可以获得它身上对应的麻将牌。每轮只有5分钟，第一位胡牌的获得3颗星，可以同步获得我们脉动回来特权。在你之后比赛状态不佳，你就可以通过大口畅饮脉动来开启你的脉动回来特权。来吧，五人麻将还是第一次打。谁拿我这牌谁起飞啊？哟，朋友们，我这牌。有没有换换的？有没有人想换换？有没有人想换换？有没有人想换换？换4张是吧？换3张。拿上家的。上家，你拿我的。拿上家这么给？啊，不，不交换，不交换。这个3张牌啊是丢掉的，直接放到你们的牌池前面就好了，不换。没事，我们可以换完了再。换完了我们再赶。换完了我们再赶。换完再赶。换完再赶，换完再赶。直接起飞，我太喜欢这个牌了。那我们抓鹅了。好，来，我计时了。宝贝儿，宝贝儿，你们要过来。救命！救命！啊！啊！哎呀！啊！啊！你们别过来，哥哥们！啊！啊！救命啊！根本做不到，太难了。你看女孩子。好梦啊！小唐毋庸置疑就是老虎。啊！大哥！哇，你好厉害啊！Yeah.
太简单了，太简单了，我应该能把全部鹅都抓完。一条。我都不懂你这些东西，看不懂，因为我不会打麻将。韩妮，你要什么呀？单条。我也想要单条。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我帮你拿着。没，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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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我抓完了吧，四个。在哪儿呢？八条吗？你有看到七条吗？我一直就没见着。哎呦，你们看着我行不行啊？我看不见牌呀。哎呦，在哪儿呢？八条吗？你有看到七条吗？我八条吗？哎呀，我想抓一只真难啊。你帮我找找八条怎么样？那儿八条，老秦。我看着他了。对不起，对不起，走了，宝贝们，走了。哎呀呀，我八条呢，八条呢，要八条呢，我八条呢，哦，在这儿呢，八条。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不好抓呀，这玩意儿。二四五六，二四五六，别动，我看着牌。哎，你过来。你是啥？你没事吧？你过来。啊？那身上有泥儿啊，宁可衣服脏，也不能手脏啊。啊，我看到了。来不，别动，动，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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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再跑。我叫你哥，你别走了，求你了。你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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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缓会儿，你缓会儿，你缓会儿，啊，别动，别动。啊！你们别过来，哥哥们。啊！我不敢。哥，你帮我抓吧，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我们一块抓吧，你帮帮我。我帮你。你帮帮我吧，我求求你了，我想要那个八万，他那个八万，我想要他。来来，你拿着。好好好，对对对，就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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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就他。哇，你太厉害了，太好了。来来来，啊，我怕。他很乖的。啊，我怕，哥哥。啊啊啊啊啊！爸爸，爸爸，鹅哥，鹅哥，哎呀，我怕呀。宝宝，宝宝，你冷静好不好？宝宝，你继续好好待着，宝宝。小唐。你们帮我抓一只啊！我想要这个二筒。哇，你好牛啊！你好厉害啊！哇，你是我恩人，你太棒了！抓他啊，抓他啊！喊你帮我抓一只嘛？求我！求你了，大哥，两个一样的就可以。小贾，哎，你要啥？什么都行，两个一样的就可以。两个一样的就可以。对，红衣哥能帮我抓一只吗？我帮你抓一只。真的吗？我爱你，都是我的恩人。我想要抓一只四万。四万谁要？我要，我要四万，给你，谢谢。你要啥呀？二四五六万。四万谁要？累，无助，后悔，万子丢了。我得关注你们了。
那谁都别给我跑，谁都别想跑。哎，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谁都不许跑，就待一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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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喂喂喂，别喂喂喂喂喂。第一，我不叫喂。第二，我要自由。别别别，鹅哥，哎，冷静。哎，喂喂，哥哥，求你了，哥你别出去，别出去，别出去，我求你了。什么时候到五分钟啊？好，时间到。那我们庄家开始出牌。我打四条，那你呢？我不打，我胡了。啊？七小队。我不打，我胡了。不是，有一只鹅是他自己抓的吗？谢谢各位哥哥姐姐们。虽然我一只鹅都没有抓到，但是你们帮助我顺利的胡牌了，谢谢大家。那我们第一位小甲已经胡牌了，唱跳一个吧。Yes OK Yes OK 好了好了好了，原谅你。好吧。老秦和小甲跳女团舞。四条，不要。啊？不是不要，让你打一张。啊，那我也胡了啊！小甲先胡的。那第二名就是我们的老秦，再次恭喜我们的黄明昊。来交际一次，三颗星，老秦一颗星。好嘞，谢谢。同时，我们的第一名小甲会获得我们脉动回来特权，在你之后比赛状态不佳，你就可以通过大口畅饮脉动来开启你的脉动回来特权。那我们旅行打卡第一站鹅城麻将大赛我们就结束啦。好状态，行动快，全力不断出发啊！我们回来啦！待会儿第二站我们就要去黄彪的拍摄地。脉动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本节目由脉动独家冠名播出，一部剧带火一座城。随着电视剧《狂飙》大热，拍摄地江门也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你的人生刚开始的。其中充满骑楼古韵的33虚街，则是《狂飙》众多名场面的取景地。今天，行动派们将在这里创意打卡，迎接挑战。他们会在这里演绎出什么样的全新故事呢？来，大家跟着导游的步伐，我们来到33虚街狂飙拍摄地。你们将会在这里迎接各种由狂飙名场面衍生而来的创意挑战，谁能获得最多强盛代表人的认可，谁就是旧场街的新大哥。现在有请高启胜进来。学长大名，你好，你好，学长大名，学长大名，行。我就是高启胜，括号低配版。要想让我当你们，怎么说我们大哥？我错了，再来。想要我叫你们大哥，就要成为高启胜，这样走路你们会吗？好，小手张开。脖子前倾，然后啊，等一下，有点不在状态，来一口脉动。哦，在这儿等着呢。家伙，回来了吗？哇！好了，正式开始了，我是很严格的。小手张开，脖子前倾，然后。高启胜是这样吗？学会了吗？学会了。展示，别控制，走。特别好，这个星星该给谁呢？郭盖老师，我超喜欢你的。
最近视频我都有看，想要一颗星星啊。这话说的，谁还没看过这视频呢？是不是？对呀、啊，谁还没看过挑战高？他不经常跟后台一块拍吗？对不对？还有妈妈，这都看。不能给，不能给。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个星可以给，但是我要等我们那个大嫂（括号也是低配版）过来。欢迎光临强哥猪脚面。你要吃面吗？要。强哥，猪脚面。我们这个面啊，很紧俏的啊。怎么说？咱们就是说，一个人吃，还得有一个人蒙面来喂。吃完我就认你们做大哥。有人想做大哥吗？哈尼吧，哈尼不是一直想当？我不想做。哈尼，你不一直想做大哥吗？对啊，哈尼一直想做大哥。今天我是大哥。大哥，叫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我就是大哥。我这季觉得当大哥累了。你咋不想当大哥？我为什么要当大哥？你上一季怎么一直跟我抢啊？因为我觉得你不能当大哥，只要你不当，我也可以不当。你要当，我必须要给你争到底。OK？ 你说的，你别自不量力。小孩子坐那桌。来吧，来碗面。你得还有人帮你哦，还得蒙面喂你。来，小姐二位，你也得做大哥，我帮你喂。哎呀，来，我就给你一个眼罩啊。这是谁呀、啊？徐江。我比较喜欢徐江。戴上这怎么跟 ET 似的？特别像 ET， 我也觉得。特别像阿凡达、啊。可以用手喂吗？哎，我不行，你行我不行。好的，小宝宝围兜戴好哟。好嘞，这是嘴巴，这是嘴。你平时应该是用鼻孔吃饭的。我不是。三二一，开始。好厉害，好厉害，老齐那边太厉害了，猛猛吸。我看老秦吃那么快，我说实话没想到这么一个瘦小伙这么能造。我平时是一个细嚼慢咽的选手。张嘴，才20秒就已经要吃完了，太厉害了，好吓人啊。同意，你可以。可以的。要吃完了，要吃完了，要吃完了。哦，那边已经吃完了，太厉害了。你说什么呢？你就差一点了。这个大哥我不帮啊，全仗你很好啊，全仗你很好啊。天哪，老秦，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大哥。大哥，拿好你的奖章。谢谢。我鼻子里还有面条呢。贾斯汀，试一下。你在这教我，你不当就不当。好热闹啊，吃面不叫我。启胜又来了。我们今天还是主题是来飙戏的，我觉得徐江老师这段台词特别适合你。好，昨天把那电视给我砸了啊！什么档次跟我用的一样？哦，没问题。谁给我扮演一下那个唐小龙？我。对着这个演。来吧。来了，咱们就是盲演。老师，徐静，老师，老师，徐静，老师，徐静，走的时候那电视给我砸了，什么档次跟我用一样？演得太好，这个演技完全就是哇！徐江本江，我的妈呀，演太好了吧？以后我们还怎么接戏？怎么狂飙没有找你啊？他们这些人捧杀，那这一段戏你直接就赢了，我们还有第二段戏。定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我怕风浪大，你忘了我是卖鱼的。风浪越大鱼越贵。我想演这个老头。太叔，太叔，可以演高启强。来吧，来吧，来吧。给把椅子呗，就是。为什么感觉就想笑？
来来来，来三二一 ，Action！ 别乐啊，别乐，别乐啊，咱们演员笑场一次，笑场一次，现场准备，三二一 ，Action！金海的风浪很大，玩的呀。好，演员笑场两次。好，请各位演员严肃一点对待，我们是一个认真的剧组。对不起，大哥。一进三次 ，Action！ 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平得了的。我怕风浪大。砸什么桌子啊你？好，可以接，可以接，感情可以接。你忘了，我以前是卖鱼的。风浪越大，鱼越贵。好，这条过，这条过，一条过。这不愧就是我们传说中的秦一条。口水啊，这风浪真大呀！风浪越大，鱼越贵。好，下一位。这个片段我都不用看，我就记住了。李有田。都是京海人，别给脸不要脸啊！给脸不要脸怎么了？你知道莽说的莽是怎么来的吗？啊！再说高俊强，你告诉你，听好了，你就是个臭卖鱼的！谁敢动我？啊！放放！啊！我演李宏伟吧。我来高俊强。那你演谁？我演小弟，来三二一 ，Action！ 李有田，都是金海人，你别给脸不要脸啊！给脸不要脸怎么了？你知道莽村的莽是怎么来的吗？知道。再说说你高启强，听好了，你就是个臭卖鱼的。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怎么对我们大哥？为什么感觉他小弟还有点摘歪过去了？为什么呢？哇，还在那说什么呢？你说我大哥，这什么呢？哇，揭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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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重新，我带点气派进来。好好，你怎么是？我来晚了，对不起。我是就这样的小弟，在京海能混出来，真的就不错了。这是老天给的命，你知道吗？来了啊！来三二一，臭卖鱼的，你来早了。哎，你管管你这俩小弟行不行？我退出江湖。对不起，老师。好，来来了啊！来三二一，臭卖鱼的，你怎么跟我们大哥说话的呢？大哥，哎，怎么笑场了你？还有个词儿呢，等我干啥？哎，气死我了！我叫李宏伟。我要揍他！大哥，快抓住我！别打，别打，冷静！别别别，你小体格，我看你。我俩就是麻子和驴子，真的，我们俩派不上这些用场。都老醉了。那么今天由我来宣布最佳男主角，你，耶耶，最佳女主角是秦霄贤，你女主角就别往这划了吧，赵小棠，谢谢谢谢各位，等这一刻我已经等很久了，我们的最佳男配角，王明浩。王明浩，旁边的，旁边的，秦霄贤。对不起。最佳女配角，最佳女配角，我没领奖呢，我那个小弟演的不好吗？你知道很不公平，有内幕，他就是赔钱了。最佳女配角就是你，谢谢大家。哦，你别哭，没关系，下一届一定有你。我给你安排一个最佳导演奖。谢谢哥，谢谢谢谢。他得的奖比我们拿都大，说实话。接下来，行动派成员们将一起去打卡老墨鱼档。帮我找老墨，告诉他我想吃鱼了。哦，这是什么？
玩不了，玩不了，玩不了，这我真的玩不了，我也抓不了啊。哎呀，你们来了。想要通过这关的考验啊，你必须得抓到我指定的鱼。好。小贾，我看你就抓个甲鱼。吴林公子。吴林公子是什么？老秦黑鱼。黑鱼是啥玩意儿？小唐抓个罗非。罗非是？看你抓个白鳝。白鳝是什么？红毅抓个鲤鱼。在小小的鱼池里面挖呀挖呀挖。那我抓吧。我是什么来着？罗非鱼是吧？就应该是那个长得特别奇怪的，尖嘴猴腮的那个，对吧？对，你应该一把就抓准了。你应该一把就抓准了。这个吧。对对对。这个是不是罗非鱼？不是。啊！快给人放回去，它都快嘎了。我抓啥来着？梅林公子。那是我抓吴林公子。老秦黑鱼。吴林公子应该是抓这个黄鳝。哇，太吓人了，哥们儿。他好滑，他好滑，他好滑。好，下一位。哪个是？这个对吧？错了。好，下一位。我抓黑鱼。跃龙门。哎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呀！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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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小宝贝儿，小宝贝儿，小宝，小宝贝儿。好滑呀！你为什么黏着我呀？小宝。黑鱼是吧？对的。吴林公子。对了。你要抓啥鱼？白鳝。那白鳝是哪？白鳝先不能说。你还记得 ？OK OK。来吧。白鳝，你看它下面底下是白的吗？这个包。这个。哦，这个有可能。这是刀鱼。这不是带鱼吗？那个是白鳗吗？到底是哪个？让我一鼓作气把它抓起来。就是那个第二个缸的那个银色的那个长长的，你看到没有？加油，老大。闪开，闪开，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小心它很滑。小心它很滑。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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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我就感觉它像蛇，我害怕。啊，你把它一边身体先捞出来，然后我帮你一带，我直接在里面接应你。好，你别着急，好吧？我没有着急，它真的很滑，你知道吗？这个鱼好像是最终 boss 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四个人都不一定能抓住它。集合，准备团战。来来来来，咱们说刀背在这儿啊，我真看不见了。等一下，得从底下看。哎呦！哎呦！漂亮，老秦，让他跑到另外一个缸去。这个也是吧？来！哎，我也抓住了！来！别！我也抓住了！来！别！啊！我那块也干飞了。你说这几个人一开始说抓不了的也是他们，玩不了，我也抓不了。不行，我害怕。抓的最欢的也是他们。这儿来，已经激起我的胜负欲了。我当时我就说这个鱼我还抓不到了，啊！我就不信我抓不住这条鱼，我想吃鱼了我。来，快！这儿，不行！这儿，快！我还不信呢，我们这么多只手还抓不住你，抓不住你了，我抓到了。我的手，就是。哎，来了。他没过。我说等一下，我生气了。救救我！抓住了！抓住了！对不起！在小小的鱼塘里抓呀抓，抓滑不溜丢的白鳝，加一个大马趴。对不起 ，sorry。快杀！白鳝对了，恭喜你！这是鱼啊，这是命啊！
我觉得那条鱼是当晚的 MVP。小贾现在是第一名，叫我大哥，快！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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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你要告诉我，你的任务就是让我每个人叫你一声大哥，我就跟你急，真的。对，你呀！行动派们在狂飙拍摄地进行了沉浸式演绎的创意打卡。你就是个臭卖鱼的，风浪越大，鱼越贵。也在抓鱼游戏中增长了有趣的生活小常识。罗非鱼是这个啊，鲤鱼是这个，有胡子的。这场狂飙复刻之旅，他们玩出了活力与创意，你学会了吗？我跟你讲 ，Justin， 你一定得对我的这个大拇指负责。到现在为止都很痛，他以为他抓到了那个白鳝，他就这样捏我的指头，把掰掉了，感觉我抓到了我的手。对不起，指甲，你看这有点轻。对不起，我会对你的指甲负责的。下一站会去到我们的江门排球村，全国排球半嗨山，这里是卧虎藏龙、全民皆排的排球之乡。今天在江门来一场活力热血的村排赛吧，去感受激情，挥洒汗水。老师好，欢迎旅行团来到排球之乡，我是你们这次的排球教练员马小勇，我是排山村排赛的冠军队队员。哇哦！今晚呢有一场火热的村排赛，帮你们报名了。第一次见大家啊。也不知道送什么给你们合适啊！大家看这边，脉动带来了全新的电子制械产品，富有多种电解质。我们也把这些元素融在带有祝福的队服里，来鼓励大家，想要什么祝福就选哪件。盖世神功，缺钙的钙，深思熟虑，那么会玩。我是美，没你不行。今天就是我们进军排球界的一天，进军排球界的一天。今天我们教的是细排球技术，跟传统的排球是不一样的。我们先熟悉一下排球的几个基础的动作。OK， 第一个我接的是正面的射手发球，把球放在手上，手往后拉，你要手往前的时候松开手。第二个动作传球，把手合拢，自然张开，自动成传一个半圆。最后一个我扣球的动作，扣球的时候我们是把手往上摆起来，看到球轻轻的手腕点到就行了。我们三打二试试看，我们三个打你们两个，来吧，你发轻一点啊，我们不一定接得住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sorry。走，你接 Justin。我们试试能不能过三回合，过三回合，走，哦，好，哇，三回合，啊，原来我们三回合就能庆幸啊，是吧？三回合，耶，三回合了，不太 Justin， 哇，好帅啊，他们这波，哎，那这么打是怎么打呀？加加加，你扣一个，扣一个，咱们就在这儿，走。扣到了，扣到了，太酷了！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准备好了吗？等一下，是不是太高了？刚刚，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来三二一，太矮了，这这不就太矮了 ？OK， 我找找啊，我这劲儿不好拿，我跟你说，来啊，三二一，对了吗？一，你看看，哇，好好热血，我感觉。太蠢了，一会儿要能来一个就好了。我想试试试试嘛，让人试试嘛，对不对？哎呦！哎呦！哇！滑了一下吧，应该。别动，别动，别动，脚崴了。崴到了是吗？别动，你别动。哪只脚？滑了一下吧，应该。没有塞儿。应该是搓到了一下。没有塞儿，就这样踩歪了一下。不要硬撑，宝贝。还好吗？还行吗？那你都别上了。去吧，赶紧去医院。对，咱们以安全起见。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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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车往前开一点，师傅。
好，接下来我们就转移到那个菜场了。好，嗯。首届全力以赴春牌挑战赛的现场，我是今天的赛事解说员陈国斌。今晚的排球赛将会由游客队对战台山村牌代表队。首先登场的是游客队的球员们，球场自由人哈尼克斯，他的信念是绝不让球触地。球场重炮手李宏毅，一记重炮球能炫得你头晕。球场小飞人黄明浩，妥妥的球场小弹簧。球场野玫瑰赵小棠，横枪玫瑰大力无穷大力加。接下来有请台山村牌代表队的球员们，他们是扣球猛将曹宇欣、拦网神兵于佳莹、高能信仪刘小晴、眼观盘目左眼金睛黄妙婷，曾经获得是青少年排球锦标赛第一名。我们怎么打呀？本着我们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我们请了两位有分量级的裁判员。首先第一位是第一裁判员黄耀武，台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九人排球项目的传承人。第二裁判员黄建清，国家一级裁判员。本场比赛共分为上下半场，每半场打五局，每一局分别压住一道美食。另外呢，我们还会在你们当中选出一位的 MVP， 可以获得三颗星的支持。本场比赛是我们热情的乡亲父老们集资赞助的特产美食。第一道登场是金豪陈氏陈皮牛皮子儿凉瓜荷塘煎鱼饼、这个好皇家黄鳝，哎，刚刚我们抓的就是啊。鹅城特助肥美马刚鹅，爸爸爸爸，害怕。姜氏肥鸡，肥鸡，鸡可以。我们主要就是为了那只鸡。我们要赢，赢下那个鸡。你看看人家好厉害啊！老师哪里是出界啊？谁发球啊？小唐你发吧。我不会，发不了。球是怎么打过来？他们这个球已经十四回合没掉下来了。这是一个实力吗？我们？没关系，我就不知者无畏。初生牛犊不怕虎。嗯，我们也扣他，我们待会儿也扣。我们的战术就是莽，莽莽。Let's go。第一局我们的奖品是五锦烧鹅，稳住稳住，加油。Let's go。他的地球是否能够接住呢？好，赵小棠，这样算吗？失球了。第二局奖品是台山金豪，啊，起一个起一个，挺高油挺高油，还是红衣来发吧，加油加油啊！好，
轻轻轻轻。有理由轻轻发球，球顺利的发过网了，对方也接住了。好，两个微微打起来了。这边打过传承。扣杀，扣杀！啊！在笑什么？所以怎么算赢了吗？赢啥？输了。因为你碰到球了。双方的实力是非常的平均的，女排队是平均比较强，游客队平均比较弱。第三局的奖品是荷塘鱼饼。加油！加油！加油！游客队发球。我一激灵，顾虑很多，反正我是很害怕的，因为我的运动细胞不发达。哈尼克斯，加油加油！加油！耶！感觉他们打我们好轻松啊，害怕。人家都没咋太使劲扣我们。脉动，找回状态，脉动回来。我们商量战术，那你跟哈尼去后面，我们俩站前面，我们后面发，他们发球也是后面发的。他们刚才是后传前，然后我待会儿传你，我拍个高球，你再扣他。好，可以。如果太高的球，我们就不接了。不接。对对对对对。OK， 我们只要打出一个配合就厉害了。三回合，三回合。可以拿下，就这局，我有预感，就放心，放心，放心，加油，加油，我们能赢。OK， 第四局奖品是广东三宝之首陈皮。奖品是黄鳝，由我们女排发球，好，发球直线送分，我的天哪！第六局奖品是金山火鳝，一个长传发出了界外。今天我们打的是气排球，比女排们平时打的排球呢要大和轻，可能呢就不太熟悉哈，所以呢就出现了失误。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对方的失误。就这个战术，我感觉怎么要赢？就这个战术。第七局奖品是牛角皮。走，好球顺利的发过了对方，方方的接应，阿晨，来吧，一个扣杀，好站住了，好妙，美球下去了。来到了第八局，奖品是双核沙姜鸡。这个鸡必须要拿下，我们。鸡必须要拿下。走，完了要扣，好，把球接住了，一个扣杀，直接到场地内，好球，好球，好球！主要是我们防不住扣杀，我们主要就是为了那只鸡，这个鸡必须要拿下，我们鸡必须要拿下，飞机，用，快用，
我们是用这个脉动 buff。脉动，找回状态，脉动回来。喝到我们的脉动，所以给了你一个特权。再下我们双核杀僵鸡，来一个冲刺，拿下这只鸡。带出来了，黄喵接住了。鸡不吃也罢，鸡不吃也罢嘛。我看到两队的选手都打累了，喝口脉动电解质加休息一下吧。它含有天然椰子水，带来多种电解质，帮助身体快速补水。流了那么多汗，渴死了，快给我一瓶脉动电解质加。太解渴了，好适合强度大的运动。接下来是我们第九球，行动派们，下一个球可以用训练时获得的脉动电解质加力量，拥有专业的开挂时间。那么有请教练帮忙打一个球，有请行动派的教练上场。交给教练一个人。第九局的奖品，杜润凉瓜。反抢啊！一球就把对手给打败了这一局。好的，来到我们最后一局，如果你们这一局能够赢下来的话，刚才所提到的所有的美食，你们今天都可以带回家。不过呢，这个球非常非常特别，脉动球。这个一个人都拿不到吧？怎么发球啊？你现在？哎，这样，一，一，哎，不要，四个人一起同时发力板，往上面推就好了。这么大个球，你让对面怎么接？我像拿了个元气弹一样，我像不像？你看一眼，他们俩跟普罗米修斯要那个什么似的。我真想给你们拍张照。来来来，三二一，走！我是一个好人。李光义担当的重任，球给过去了，来到了。好，恭喜游客队获得我们今天的十道的美食。教练，你觉得哪一位可以获得 MVP 三颗星呢？我旁边这一位吧。黄明浩。有请我们的台山村排队的队长哈，为黄明浩戴上这个绣球。好的，究竟是谁能够评为我们的满级游客？还要看一下我们的爱心任务。我发誓跟每个人碰个拳，一个没完成。忘了呀，刚刚太投入了。那我们的小唐呢？我是让他们发誓必须跟我说真话，只完成老秦一个。那你跟我发誓，你说我肯定不会跟你说假话，我肯定对跟你说的真话。我肯定跟你说真话。让小贾和老秦跳女团舞。我跳了。Yes, OK. Yes, OK. 对，他跳了。你是什么任务啊？让你们喊我大哥，叫我大哥。嗨，大哥。非常荣幸的宣布，我们的黄明浩以13颗星的优势突出重围，成为我们的满级游客。这就叫断层出道，该是你的就是你的。现在他就可以乘坐他的专属座驾，前往我们刘德华的老家享受晚宴。欢迎，热烈欢迎！
顾大哥。吉时吉日，喜如风，风云风月如风筝，争财争体争郎斗，寿比长山寿如风。激动的先颤抖的手，我跟大哥握个手。都在酒里了，大哥，我干了。颁发我们的满级状态奖杯。我来给你们合张影吧。大哥来，跟我们的华哥合个照。真大哥，华哥好，华哥好，华哥好。大哥，大哥坐，大哥。大哥，我先给你加块肉。好嘞。大哥，我也给你加个生蚝。来吃吃吃，开动开动。排骨真不错。日日哦鸡，这心心念念的鸡，嗯，这只好吃，这个鸡好吃，鸡好吃。那好吧，那大哥，恭喜大家。谢谢大哥。今天来让大家参加大哥这个晚宴。那我们第二季第一集圆满收工。好。快快拦着他！哇！啊！快走！哎呀，愣说！我来好好表演一个。终于当上皇贵妃。My dream.